喂，少海，什么代志？姜开用什么霸占无忌，啊，不过百密一疏，这是人拢有弱点。好啦，我马上过去啦哈。少海打电话来讲哦，阿姨拄做完检查。 我去找医生讨论一下，看什么状况。好啊，你先去。我阁有公事，还是无闲，等一下再找你。对啦，你的工事我会给你处理。多谢。 讯息说明，迄是咧暗示我，还阁有办法会当阻止姜开勇甲吴志奇他们规划跑去。不过这个人是啥？你想做变安尼做？吴湘水，你杀我，害我胃老腿顶跋落去，变做空的。 结果今嘛，我哩倒伫个遮一句话都讲袂出来。你是不是慢慢想袂到，谁人咱的处境完全颠倒变啊？陈老师，哪会安尼讲话？刚刚已经恢复正常啊？唔免目睭紧哦啦。无唔对，讲起来啊，我还感谢伊讲，我看到你的绿遮风啊。 我甲伊做伙跋落去，浪费我清醒过来，这就是风水轮流转。看你即马倒伫迄只变到安尼啊，这只人个小我心肝也是搁较怨气啊。陈忠信，真正有看到我伫迄绿中市，伊到底知影偌济？ 你即摆应该真惊吓哦！你惊我趁你袂停袂动的时阵，对你动手对无？放心啦，我无亲像你这尼啊无体啊！你敢若会晓趁人之危？我袂，啊若无，我之前嘛无需要恁新妇啊，要借少华的手，甲你的财产抢去，我阁跳过来通知啊！ 我想袂到啊！你无法度处理好势，竟然不我家己倒伫迄遮，迄有影是啊，迄拍过的脑死崩过吹呢，我哪呢我嘛无法度啊！原来迄个讯息是陈忠信用扫槐手机传到我的，我竟然过来刻意到三江提醒。我有听到你讲到中指，佮讲到过罗家风，前两天过我看到你咧绿家风。 所以规间代志我看起来，你就是针对家风。我甲你讲，你毋通着什物主意哦，因为我绝对无可能互你顺心如意。你着好好倒伫病床用你的病。啊！你袂当安尼，安尼着准做煞。你毋是足工巧的，足够分析推论的。啊！你毋着继续问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来回答你，互你约会出中指即个人伫倒位。 阮来送杨总裁回去病房，等下医生就甲恁做刷病。嗯。死老太婆，你袂晓讲话上好，我无趁这个机会修理你，我都偷我即阵的怨气。 蝴蝶，你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！妈，啉一寡豆奶补充体力。妈，这大豆蛋白对身体足好诶，你爱啉一寡，才会当赶紧好起来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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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唔是我，你请你家己骨骨倒的哦。啊，啊，不如说啊，唔通偷坐，你家己啉。啊！你拢在伫边啊！你搁叫你爸甲你扶，你真正足奇怪呢。我是好意要饲我妈恁兜哩，结果陈忠信甲我嫂甲臭滴。我看应该甲伊即只破甲赶出去，较袂伤害着阮妈。我无哦，你唔相信？你叫老婆证明啊！老婆你讲啊。就是无。所以讲，阮妈不要讲话啦，一定就是厉害的。别在那后面讲了，我叫我跟大嫂去看阿姨的报告，阿姨那出血够严重啊，所以现在我都讲话也失去了写字的能力。江嘉熙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妈完全无法度表达家己的意思啊？啊，我知我知，之前哦，迄武辉煌啊，伊嘛是安尼啊，啊，不过伊无偌久伊就好啊。啊，恁爷爷去找咧，亲戚甲伊邻啊，因足有经验的，因哦足够照顾这款病人。敢真实的，武当卖安尼哦，啊，这个你好啊。真实的啦，迄武当一清醒了啊，伊就甲迄个害伊中风的迄盆栽后，伊就安尼一边甲扒落，一边搁甲扒落，再一甲背甲扒扒扒。臭虾你！我即马要甲你讲，迄武当就是安尼哦，甲迄盆栽安尼扒落，就扒到伊出外口做流浪狗。即马赶快爱给你扒落，扒到你外口做那个流浪的好心。那安尼我妈妈敢真正真紧就好起来啊？每张不一定啦，不当会好。阿姨哦，不一定啦，爱看各种无同款的原因嘛。我拄则听你讲，阿姨失去讲话能力。感谢实的啊！是啊，风景哦，爱调用一段时间啊，才会当恢复。看起来哦是足吃力。你来要创啥？我妈妈无想要看到你啦。无唔对啦，我哦去提醒阿姨的保全啊，阿伯啊，卖互你入来。吼，卖安尼啦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连单中甚至外人，都当在一起乱啊，是安怎？我不用来看阮阿姨嘞。你想要怎袂当入来？看阿姨的表情就知影，伊无想要看到你。好啦，既然阿姨对我这么有意见，我就卖踮遮讨水啊。反正刷落吼，我也足无用的，恐怕无机会、无啥物时间来陪阿姨啊。你阁想要变啥物梦？拄则我已经召开临时的董事会，去用推选做。代理总裁，这段时间我给我调整无极集团发展方向，给大家赚大钱。安尼阿姨就会当无后顾之忧，好好养病啊。阿姨在讲啥？你是讲今晚要派代表？派谁啦？没货啊！简单来讲，你就是趁阿姨中风，董事会的人都唔知影啥物状况的时阵，召开临时董事会。所以，客勇啊，你是做研究的人，无适合做经营啦。为了抢先机、掠权利，骹手当然较慢啊。啊，若骹手伤寒板，就变成做鬼的抢无银纸。安尼，你学晓袂？是啊，足卑鄙的。趁阿姨中风的时阵，要甲乌鸡集团规啊捧走，全部都规我捧走。公司本来就僵架的，我规啊捧走，有啥唔对？无干要有这个，啊？拜托的吼，咱是乌鸡集团，唔是乌脑集团。
哪有可能搞这状况的？或者是讲，和你跟我绑走？歹势吼，你是张君南，无极集团里的后主，你拢孬死。你甲人退花，好好做工课，我会考虑替你加些薪水。你真正足可恶的，爸的死你一点仔自责悔意拢无，你哪会当对每一个情人都这么绝情啊？张君南，你的命是我给你的哦，你好好做你的张君南就好，每日抓准讲你是江启阳，那无我随时会当给你洗头路，只要有钱，我都唔相信我找无更加好的人来还无极生计。你若要继续手骨向我，你就卖乖，我给你踢出江家。江启阳，你真正足可恶的，你不但甲爸气死，你阁抢走启阳伊的股份甲继承权，你即马阁想要甲启阳赶出江家？一个无悔无目屎精神，你真正足可恶！你什么鬼？不准你拍我大嫂，拍我二兄，你无资格做我大兄。啊？你俩村，我招来做你大兄，你较芳远。我刚才想要甲无极集团抢回来，其他恁这挂人哦，不是我的祖产，是我的负债，干来拖累我。你林子健是走去美国了，找这绿店找遐久。啥个啦？哦，要感谢我哦，卖着急，你好好做福建，以后就有机会会当向我磕头，会当感谢我对你的慈悲啦。杨开杨，你。Siam! Ben Yu Xing, 你这臭老马你！请你吃早顿啦，让你有气力继续往打。哇哦！你这是老马，你根本脑中不是人啊！你臭鬼！别恁大声哦！等我把乌鸡集团所有业务拢转到我指定的公司了，恁一个一个都别看我目屎啦！你也确定的？嗯，总算来啊。公开用条款，唔知影你敢有看过？什么公开用条款？啊？这是用总裁就不进行就定下来规定，顶关是写了清清楚楚，那是超过一千万的投资，一定爱经过三个人同意。这是你，这是用总裁，这是张君南。所以你若是想要趁这个机会，把所有钱赚走，可能无你想遐尔紧。唔对，我收起来，这是进行阿姨定的条款。你咧做总经理进行也附加条件，立马同意。好，林子健，算你厉害，这款物件你也挖挖出来，不要紧，我再看。你是不是真正有才调，会当干涉我？爸，时间开手较慢，看是不是会当干两百年变作是一百八十年哦？都袂开手遐尼紧，自然就超好势。做个代理总裁，果然是行动派。我爱赶紧想清楚要挖多钱，袂当欠着。林子炫开始无可能遮尼紧就找着这条。来对付江启阳，敢会是陈忠信介合作？要唔过看林子炫，敢若无甲陈忠信挂钩的感觉，还是讲陈忠信暗中甲伊斗相共？陈忠信，你是安怎要替我挡掉江启阳的阴谋的？你是不是背后有搁恶毒计划要针对我？